甜心老师今天太嗨了吧！我们的台神科，我们的创维，手牵手给他叮咚亮灯涨停板呢！今天太开心了，开心的不得了。所以我今天带礼物来庆祝，这么好哦！什么礼物？想了解吗？当然，看节目喽。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我是品化，现场你邀请到的是全投顾界最美的分析师，我们的刘创维，刘台盛科，甜心老师你好，品化好，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今天来到了3月17号礼拜四咯，在节目刚开始的先来恭喜，哎呀，我们的股票真的是飙出去一就看不到车尾灯了哈，而且呢是你有钱也买不到，不好意思排队哈，排队先来，先来恭喜呢我们这一档呢创维给那里叮咚亮灯涨停板，再来呢我们的台盛科一样叮咚亮灯涨停板，股价锁起来之后一价到底，10点打卡下班，想要呢，哎，去百货公司的血拼的啦，哎，要怎么样都去哈，贵妇的下午茶也去，全部都去，来来来，而且呢，有订阅我们的 YD 频道的好朋友们，你都知道哦，我们节目的侧标就已经明显告诉大家了，就已经把标股点名出来，创维啦，台盛科啦，哎，这些来听到的好朋友，赚到的好朋友，爱心给他刷一排起来啊，爱心刷一排，钱钱赚到口袋来啊，老师。感谢甜心，赞叹甜心，让大家赚到翻天了！好、哦，恭喜恭喜，爬一直稳。对、啊、我们的股票真的是冲到火烧九霄云外去、哦，对，冲到了火星上面去，看不到车尾灯了，太给力了！但是老师，嗯、我还是要帮我们的粉丝好朋友来。说一下怎么了？老师还是有很多好朋友说，老师我没有买到呢，甚至我阿伯九千呢被按错嘛。就像吼，前几天我知道大家都是被那个大盘的那个情绪所吓到了。对，你看那个大盘吼、嗯，我知道大家的情绪就是被绑架嘛。是啊，有很多说，哎、欸，我再等等，我再看看。对，很多人可能即便我连节目的侧标我都写台盛科，真的，我写创维，创维啊。好，不相信的去前面几天的节目，节目自己重听它。我说过我不想盖股票，我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是的，你就从月初到现在，我是不是都在节目上吼把产业？告诉大家，没错、啊，近期大资金的吼笑到那个嘴角都上扬。我今天好忙，我一直接电话，客户太开心了，欸、笑到嘴角直接裂到耳根去了。老师，我这个买的够不够？不够，我再加。真的，内行的，因为撞那个创维啊，台盛科冲出去啦，冲出去啦，就觉得自己身上股票太少了。哎、欸，真的，老师，我还想再买。我今天吼特别啦，我带来吼，我希望可以除了会员以外吼，可以帮助像喜欢妍希的粉丝好朋友、嗯、或者是说听众好朋友，因为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可能被盘势绑架资金、嗯、或者你会担心你的资金不多，对，或者是说你现在手上的股票后 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因为还没解套，没错，我今天特别好，我送大家、哦、我用送的、哦、只要你走过路过听到都可以、欸、而且免费、哦、不用钱，就是不用钱，好的，我常跟会员讲、嗯、今天为了要庆祝我们的创维，我们的台盛科双双锁在爱的锁链，我们会员吼五流卡五后啦，真的，我们福气留一个缺口，侧标看清楚，有我免费送。好，假设你现在还没有方向，对，还不知道这一波台股要回升还是要反弹、嗯，还不知道这一波到底要涨到哪里，会涨什么股票？是，来，我专属会员的研究周报，我会员的股票，我通通给你看。无私分享，很多才刚刚要开始，哇塞，股票都不遮掩，而且还免费大方，直接让你送给大家，尤其 LINE 上面的粉丝大概30,000多人嘛，哦、天哪、啊，来来来来，对，这个时候呢，我就要帮大家来说一个捷径，哦、一个小配宝哈、哦，让你可以马上赶快火速拿到的好朋友们，有加 LINE 的，在 LINE 里面呢，输入关键字周报加一，然后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越清楚越好，系统马上辨识出来，对，你就可以。马上索取，因为你怕你打电话进来打不进来，你打真的忙线中，请稍后再拨。我真的心急如焚，我也要赶快拿到来。LINE 里面直接输入关键字、姓名、电话，清楚，越清楚越好，就可以直接拿到了。对啊，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帮助大家啦，一定可以的嘛。所以这个我希望大家就是最好你身上也现在也有台盛科跟创维，真的就表示你真的是铁粉。为什么？铁粉。
妍希的节目从三月讲到现在，你就是很认真听。哎呦喂，真的，哎，铁粉赚到了！好，恭喜大家了，撸贪撸贼。好，那同样看一下大盘，妍希刚才提醒大家了，我说不管反弹回升，因为现在很多人会吓你，是反弹啊，只是反弹啊。可是你有没有发觉哈，盘势都在妍希掌握中？有的，因为还不到今天为止，我在前面的节目就告诉各位，升息过后我们静待利空出尽。有，我连续节目的侧标我也是写得很清楚，没错，我说过我讲话比较直白，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后，我的个性也是比较直啦，我不会弯弯绕绕，喜欢就是喜欢，就是这样子就告诉。对，我希望大家就是赚钱直接一点。哎，盘就如甜心预告的孕育摸摸一样呀，完全预告完全的命中好。好，那你今天看到哇，台股是跳空大涨，超级强的、啊。前面倒状呢，现在又来一个倒状呢，漂不漂亮？漂亮，而且又带量，好不好？好啊。而且近期呢，来俄乌的议题，其实近期已经慢慢钝化，没错。我有提醒大家，有。然后再来呢，你又看到升息，费德现在告诉你吼，先升一码，先升一码。那其实大家也预期啦，今年六次的费德的利率会议都要升息啦，对，每次大概。一码，记不记得我在前面的节目提醒大家，升一码要当成利多，是的。再次恭喜大家啦！撸探撸贼啦！你愿意相信我，你愿意听？我在股票还没涨的时候，我告诉你台盛科，没错、啊，对不对？我还跟大家提醒哈、台盛科今年哈矽晶圆的下下叫，什么叫矽晶圆下下叫？这是缺货哎、欸，没错，很好笑哈、我那时候讲矽晶圆，然后我说台盛科，你都不知道，我第一个来我的字卡第一个日本盛高，对，已经满到2026年。天哪，我就是告诉你台盛科就是满到2026年，我都已经先剧透了，有的，对不对？好，那再来下一张，近期我说矽晶圆吼非常要注意，你要了解的是未来的需求，没错。什么叫未来的需求呢？我们常说看产业，对的，看产业的前景，尤其是后半导体很热，对，那上游的矽晶圆一定会缺，有没有？我现在告诉你后，我的营收是成长的，有，我的半导体矽晶圆出货年增是14%，而且营收成长13%，创下历史记录。我就说后，这个叫一直写记录，一直改写记录、啊。那这个是不是绕一句话说，大家就要知道后？哎呦，那这叫什么？成长公司啊！对呀、啊，我的营收可以一直改写历史记录，哎，一直超越自己的记录，对不对？那再来，我近期是不是节目也提醒大家？我说你要知道的是，矽晶圆现在订单都很满，对。都已经非常满，而且以前是怎么样嘞？我会担心没客户，我矽晶圆要找你对签长约，没错，我矽晶圆要找客户签长约，但是现在是反过来，客户怕拿不到矽晶圆，我客户直接去找矽晶圆签长约，直接追着矽晶圆跑，这叫什么？需求追着供给跑，跑、欸需求追着供给 跑，这个前面的。节目都讲过，都有讲。那再来，我还提醒大家，这一波的矽晶圆有机会复制2017、2018年。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当时候矽晶圆是也大涨，因为我讲过，像那个时候那个是台那个6488，那时候还是两位数，就是因为2017、2018那一波是冲上去的，對没错。好啦，那现在为什么我说有机会、因为你要知道齁，以前在那个时候2017、2018年那时候也是讲 5G， 对对不对，也是讲 AI、但是那时候需求还没有放大，对没错，但是你现在来看当今的市况，是不是 5G 的需求是放大，是的， AI 的需求是放大的，包含俄乌近期在打的也是 AI 战，没错，对不对、AI 战啊，所以我在提醒你啊，既然现在的需求又比以往更大，而且是实际有落实到实用性的产品，那营收是不是会波波高咯、所以你这样看回来、股票是不是还没涨的时候你要把它当宝，当然啦，谁可以在股票还没涨就告诉你，只有甜心啦，谁可以在股票还没涨拖拖拉拉，记不记得我前面拖拖拉拉耶、yes， 然后大盘的疯狗浪又一堆耶、一直来袭呀、还好我在甜心的身边，还好老师保护、我没有洗出去，还被还加码，还被甜心压着加码来哦，为什么这样讲，你看创维，好，我是不是
前几天的节目，我记得吧？嗯嗯嗯，我其实也忘记哪一天讲，但是我绝对有讲。有，我说后来之前哈，我们在去年十全十美已经有创维，有，当时我是买在100上下。是的，好，那今年呢，我又带你买，大概在200上下，是年前年前的。好了。年后呢？来，你看到创维的 K 线，你会发觉它年后也是拖拖拉拉，这叫什么？清代的加码，看清楚了没有？280块钱的附近加码，我说这资金很多的啦，资金很多的，要不要？可不可以加码？可以、啊。我股票要冲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去做加码？当然可以，有量有价，开大门，走大路的股票。我今天给你的股票，不是那种成交量一张两张而已的，没有在小家子气、哦、不是那种几百张的，对呀、啊，不是，我们是几千张、几万张的，好不好？我希望。然后我全国会员都可以赚的是非常轻松，当然这样了解吗？好进好出的股票了，所以今天要提醒大家啦，如果假设你近期还没有方向，今天的大盘很多的个股都表态了，对，还没有方向哈，你想要知道哪一些还在地板还没涨的，才刚刚开始的，好，就赶快拨电话进来索取喽。来来来，甜心呢就是这么的佛心，会员好朋友就是这么的大方哦，午后。就五零啊，对不对啊？五零五后，丢。所以，亲爱的朋友，来专属会员的研究周报，现在呢，你可以直接免费来做索取，但是 but 是限量的。好，这一次是限量的哦。如果你想要赶快火速拿到，甚至你不觉得哎，电话好像很难打，没有关系，没有问题。有加 line 的好朋友在 line 里面，你直接输入周报加一关键字打出来，把你的姓名跟电话写得越清楚越好，系统一旦辨识成功。就可以直接索取了，对，免费赠送给大家，广告时间就留给大家喽。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专属的会员研究周报，请您一定哦，一定要来电索取，甚至你电话打不进来的好朋友，告诉你一个小方法，就是有加 LINE 的好朋友，如果还没有加 LINE， 平话广告中来告诉大家这个 LINE 的 ID。那如果你有订阅我们的视频的好朋友，我们的 LINE 也在我们的下方，或者是我们可以直接扫 QR code 都可以，在 LINE 里面呢输入关键字周报加一，然后呢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越清楚越好。系统一旦辨识成功，你就可以直接免费让您把会员专属的会员才有的股票，今天真的是大方送给大家，大方送哦，非常的佛心，直接让你免费拥有，免费索取了。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想要赶快火速拿到，来加 LINE， 或者是你想要跟我们的线上服务的人员哎，通个电话也可以，好，直接电话来做拨通，专属的会员研究周报让你免费的带回家，就是这么简单。而且呢，为什么哎，好的标的老师都无私在节目当中分享，专注产业老师总是把标股看透透，把好股让你赚透透，产业的未来领先市场告诉大家，你才能够看得到，更能够赚得到，对不对？就像好了，这个月后你看大盘，三月是这一波回落，大概将近要这一波大概要1500。有有有，大概要了、有哦。你看到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唉声叹气呀。是吗？啊，怎么又拉回了？哦，怎么盘又跌了？可是其实，在我的眼里看来，每一波都是为了下次的大赚。做准备，没错，做准备。所以我说，常在股市里面我们能量要正面一点，是啊，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发现，如果你认真听妍希节目，三月初到截至现在为止，我前面的节目全部在告诉你产业，有，我要你了解产业。为什么？当你够了解产业，今天即便盘是震荡的时候，你抱得住，没错。有时候是你自己要知其所以然，当然，很多时候你抱不住股票，不是你自己的问题，有时候就是这样。我同样讲了这么久，创维从去年讲到现在，对呀、啊，对不对？我的股票从来不想换呐、啊，真的，我们就是从一而终嘛。会不会觉得好恐怖？妍希，你创维从去年讲到现在，好可怕哦、你的台盛科从去年讲到现在，耶，对呀、啊。我说过后，我够专情，够专注，我喜欢的就是喜欢。然后呢，要有什么孤独的勇气？没错，别人在笑你的时候，我就还是抱着。是啊，对不对？所以你会发觉后，三月的时候，月初你看到航运冲出去，是，我就说还跟会员道歉，不好意思赚太慢了。现在不一样了，是现在开始。加快脚步咯哦，要吹落去了哦，现在要慢慢升温咯、哎哦、所以我今天我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坦白讲 LINE 上面的粉丝很多，我都常常说对你要常常互动跳起来，对，给妍希看一下，我要知道嘛，对不对？我也是会回的啊，不要一直当潜水客嘛，我也不用啦，有问题都可以直接问啦，我如果后回答你是可以帮助得到你的，我认为是很开心的，当然当然，所以我才会说后你尽量后资料留清楚一点，因为系统辨识，对，你就会很快拿到，没错。好，好，那同样的，你可以看到这段时间我还是告诉你创维，是啊，这段时间我还是告诉你台盛科，结果今天盘一回魂，老师，你的创维，你的台盛科是。我都看不到车尾灯了啊老师的股票呢在盘震的过程当中顶多就是横在这里，但是一旦盘一持稳马上冲到九霄云外去，金价是九弯十八拐，看不到今天又马上验证了啊，是啊，再次验证到甜心选股的功力操作的实力了啦再次恭喜大家啦，越赚越多咯，就在你后现在还认为大盘是反弹还是回升的时候，我的股票已经双双的锁涨停了不好意思，有钱买不到请排队我说你也不用排了，所以我说我今天把会员的真的对周报送给大家，你只要了解到后去年我做十档长辈股，十档长辈股每一次进场时间都是你屁屁刷的时间，对，我这里要提醒你，不是回升，回升不关你的事情，反弹也不关你的事情，因为我问大家回升你想不想赚，当然想啊，反弹你想不想赚，当然想赚 啊是不是都想赚，先赚再说，就是这个道理吗当你还在想还在犹豫还在丢丢的时候，我们的涨停板已经赚到口袋里了，我们讲最近好了啦，好，过年的时候啊，来，我过年前叫你买好买满，你又不听我，结果呢妍希也不一样，元宵节我直接再送你，有啊，我元宵节 你只要前面后有来索取过资料，你都可以拿元宵节的甜心私房菜拿出来，我直接送给大家，有，你看上次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对，一个多月了。那元宵节送你的礼物，我问大家，智元好不好？好啊，那个时候智元多少钱？200附近，200块左右。哇，飙到飙多少？飙多少？你看看，哎呦，飙出了64%，327.5，价差超过100块钱，通通在于。妍希的甜心私房菜有，除了他，我问你双红好不好？好啊！哎呦，散热丢散热怎么这么漂亮？谁当当啊？我告诉你，双红下个买点都快出来了哦啊！这里又多讲了，你又破梗了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因为好公司嘛，因为重点有量有价嘛，你重点你要买中高价股，你要抱得住啊，然不然抱不住你也赚不到啊，没错，对不对？所以我常讲，我送给你我都无所谓，对，没错，我根本不想盖牌，我只怕你浪费行情，你赚太少。就是这样，没错。所以为什么人家就说，哎，妍希，你跟别人都不一样，很多人都是遮啊，或是改名字啊，对啊。其实那个我觉得很浪费我的时间，因为我不是说给你没有量没有价，是对不对？会影响筹码的，不会。我们开大门走大路，所以在这里哈，还是提醒大家啦，这个行情哈，刚刚热身而已，好，刚刚。对，为什么这样讲呢？你把大盘看清楚。好，刚刚热身一个岛又出来了吧？一个岛出来，我可不可以先回到这个三月四号的缺口，以后再慢慢慢慢的集结火力，就像带兵打仗一样，我攻下一个岛，我攻下一个城墙，我要再慢慢储备粮草，集结火力，再去攻下一个嘛？对呀、啊。所以攻击的部队有先锋，有后卫，是的，是不一样的。现在先锋已经冲出去了，你后面还有的赚。对的，这样了解吗？清楚明白啦。所以那接下来买什么要赚什么呢？来专属会员的研究周报呢，你都连想都不用想，连猜都不用猜，直接大方让你带回去，就是这么简单，免费赠送给大家。如何得到呢？广告中来告诉你喽。节目中呢，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品话，幸运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喽 ！YT 频道的好朋友，明天见喽，拜。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